鸡子比较重要。先不照顾它。对对对，一下把鸡。公鸡母很优雅、很浪漫，又很聪明，就非常好看。爸的话，它是属于爱情之舞，就会比较有气氛啊。那就男女的这个互动的交流会比较多一点，这样子。会有被电到的感觉吗？有，非常重的电量。我们为了新生一起成长，所以从基本就一直呼吸，所以每学期都会先从心理学，对对对，心理学习中心的。过两天你来看我们，就让你吓一跳。哦